哎，你好，我是导游，这个是我的旅客。刚刚他有搭那个计程车啊，然后那个他编号是966啦，哦，那那车牌不知他不道。愿意，他们说一定要警察问他们才愿意提供车号。那这是什么的手机？iPhone 14啊，什么颜色？那个什么车行金色。要值班。OK，谢我现在值班在帮你们联络中。谢。有没有他的手机门号？要不要拨打看看？有拨打有那个有声音吗？声音哎。去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他坐哪里啊？他坐前头，前你你报警的啦？他们讲了，看以为今麦开手机啊，看有声无？好，对，你打对。震动，他没有开声音啊，是震动啊。你可以开后门吗？好，对，六个呀，六个以内对啊。大概一二对，哈哈哈哈哈！谢谢你们啦，快要帮忙啊！不是你要来哦，来迄姐，迄姐，迄上姐，伊咧伊等咧宣传，咱都厉害。我一个里头个，我懂。系啊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OK，辛苦了，好，谢谢各位。下车前东西要检查一次，对啊，OK。